往下一看，绿油油一片，还有五彩缤纷的花朵装点。造型拱门也被藤蔓和玫瑰花围绕，超级梦幻，吸引游客合影。还蛮不错的，很多玫瑰花，这是花，好漂亮，玫瑰花，女人的花。四月到五月是玫瑰花季，苗栗头屋雅文七里乡是以玫瑰花森林为主题的观光工厂，今年迎接40周年，开放免费参观。现在正值春季的花季，春天的花现在都陆陆续续绽放了，那我们园区也免费入园。那目前我们公司适逢40周年，人家说美没有公式，但是来我们这里可以让你找到很多变美的方式。来自世界各国600多种品种，10000多株的玫瑰美不胜收。园区设计不同造景，让游客走在步道处处都是惊喜。还能坐下来冲一杯咖啡休息一下，被咖啡香、玫瑰花香围绕，享受惬意的片刻。TVBS 新闻谢谷经理蔡苗立场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、国际新闻，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